看王谢武装杀龙神啊，啥效果？带的宝宝是啥宝宝？林中鸟啊，直接就开烟吧。带施法特效和攻击特效，再贵的金珠也骑不到战斗内。看身上有一层雾气缭绕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刚才打5000，然后接下来是7000，后面这个马上就开始叠出颜色了。力武装5000、7000，然后就变成17000了。看看那身上的光圈，从灰色啊，然后到白色，最后变成了金色。这回平砍8000啊，暴击14000啊，这个就是力武装的恐怖之处。连续输出5回合咒语，跌到5层以后啊，伤害提升25%，然后呢，误爆几率提升25%，烟雨剑法的第二下再提升20%的几率，也就是烟雨剑法的第二下啊，要达到45%的误爆几率，5层咒语以后，然后呢，3699再乘以个1.25啊，伤害的话可以达到4623，不跌漫天啊，如果再加个野兽，再乘以个1.1啊，伤害可以达到5000，这就是。力武装的恐怖之处，杀天地无敌，而且力武装还有个烟雨飘渺的符石啊，这家伙竟然没有用，按照 PK 的标准啊弄的符石，我操。